在一笔一画之间，想你的青春有多美，美在上下舞台之间。1964年出了一本那个画集，实录画集。其实文革之前，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就看到这一本画集，还是没有发行。就刚到了那个发到新华书店以后，就得到通知停止发行，就把它全部压在库房里边，不准卖。就是因为这个画册里边的第一张就是转战陕北，然后画册停止发行。1964年这年。石丹的父亲画家石鲁遭受到一系列打击，他的转战陕北遭贬，画集停发，电影剧本《共产党人》夭折，东渡受挫。这一系列打击让石鲁这个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艺术上一直处于顺境的人心里难以承受。这里是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旧址，当年叫西安市精神病院。1965年11月，石鲁被送进这里。呆呆的，呆滞。再一个就是不说话，任何话都不说。后来他们给他介绍，给石鲁介绍，说这是你的，说介绍这是你的主管医生郭大夫，也不理。也连看都不看，但是我注意观察他，他那个眼神啊，很紧，那个脸很紧张。他不是他精神病，那时候他文革还没来呢，他就精神病了。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说这种打击啊，还不是一个仅仅一个身体本身的问题，政治上面的一种打击都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社交运动，那个对意识形态的毛主席那个批示，就是关于那个各个协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搞什么那个贝多芬俱乐部啊什么的，这些批示就全部一个一个就跟着就都来了。一个人费了这么大劲做了些画，然后为这么一张画马上又受到很大的冲击，哎呀，这要不然我说他很焦灼，啊，他很焦灼。石鲁先生很可怜，都是他这个人生里他充满了焦灼。石鲁住院一年以后，1966年10月17日，石鲁被造反派强行从医院带出，直接押到美协西安分会。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画家的牌子，就在这棵树下被批斗。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殴打，最后被关进了牛棚。石鲁先生，我看第一次看见他在钟楼底下啊被批斗的时候，被人推推搡搡的，边说那就是石鲁，
哎，我一看石鲁那么矮一个个子，老头儿，又瘦又小。文革批判一个批判这个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就是说批判反动权威，他两头都沾着了。1969年8月，石鲁不堪凌辱，逃出牛棚，他想翻越秦岭，逃回四川老家去。一个强烈的幻觉驱使着他，逃回四川去找老王爷爷。他小时候有次落水，是老王爷爷把他救起来的。他感觉他要比沉没到底了，他就找着一个能救他，把水从水里面能救上的个人。事实上，这是石鲁的第二次出逃。3个月前，他跑到西安郊区游荡了一个多月，就被抓了回去。这次出逃，石鲁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清醒和理智，他从容不迫地一直往西走，到了西郊三桥车站，从那里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然而他毕竟是精神病患者，火车刚翻过秦岭，驶入四川广元境内，他就误认为到了峨眉山，于是下车走进深山。石鲁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游荡，饿了采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就住在岩洞或山里人看庄稼的小屋里，后来又扮作游方医生，给人看病兼摸骨算命，换得一餐饭食。到后来他就开始在那个人家那个农民地里边掰那个生苞谷，吃了这人家的那个苞谷以后，他还给人留一条，上面写着说，我现在是落难了，没吃的，我掰了你的苞谷，等到以后我有钱了，我再还你。那当地就公安上发现这人在形迹可疑，一天到晚在转，说话还说就是外国话，我以为倒是苏联的间谍呢，把他给拉起来。最后他打的实在受不了，他看着在这儿非得被打死不可，他说算了，我们跟你实施了吧，西安美协你跟他们联系。这里是四川省广元市朝天火车站。196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石鲁在这里被押上火车送回西安，结束了他50多天的第二次出逃。回到西安以后，石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这是他在1969年12月23日写下的交代材料。我从逃到广元被押回来之后，一看全体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不像第一次逃跑被公安人员送回来那样宽待了。文革期间，石鲁写下了很多交代材料。1969年12月14日，这天是石鲁5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在这天的交代材料中写道，我写的华表目标也是讽刺新贵，即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他们的上升如此恶毒，豺狼当道，是悠悠。他是在批斗会上公开骂江青，而且他口如悬河，出口成章。先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写死骂死人吧。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造反派非常愤怒，他们开始罗织罪名，要把石鲁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公安局、法院，那好像是叫什
什么政法领导小组还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求就说是判处死刑，结果打上反革命了，就差一点枪毙。给他宣判了死刑了，只是大夫证明他精神不正常，精神有病，才免于枪毙，就这么活下来的。当年西安市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在政治高压之下，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挽救了石鲁的生命。石鲁从1965年下半年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开始，到1969年底没有动过画笔。1970年初，大批判的高潮过后，曾经轰动画坛的西安美协宣布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劳动或去五七干校。石鲁因现行反革命罪，问题严重，等待审查，被留下来。石鲁本性中那个不灭的灵魂，在这个时候又复活了。他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诗画的人物写生稿，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得复杂而神秘。石鲁艺术生涯中一批奇特的神秘主义作品就此诞生。海边的图马德，原画是一位埃及女画家的写生画像，石鲁将它重新安置在波涛汹涌的海边礁石上。写生画《赶车人》曾在1956年《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过，现在石鲁把它改变成驾着太阳车的阿波罗，他将苦行僧变成印度神王，赋予他伏虎降龙的神力。他把印度少女放在荆棘与蜘蛛网的魔幻森林中，神态坦然宁静。此外，绢本《美点神》《献花图》《列族之女》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美点神》原是一幅在绢上画的白描，一位性感而极典雅的女神。她在上面写了一溜字，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她的那个他的精神错乱到那种程度，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在这种对美术的这种深刻的理解上面，这句话虽然很平淡，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在回味这句话。他始终在矛盾之中。我那时候他疯了以后，他在那个看见了吧，他在我们的小院，他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时候，他在那画那种拿那个拉丁字母组织那种像蜻蜓一样那种怪虫子怪草，我都在那看。看完以后我就说，哎呀，这画有意思，我说这画好。他老婆说，这都画坏了。我都见到他这些事情。这批为数不多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神秘作品，尽管有些离奇荒诞，但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神与人，善与恶，美与丑缠绕交错，将石鲁错综复杂的内心表露无遗。被人评价为野怪乱黑的石鲁美学，由此达到一个巅峰。幻觉、错觉、幻想、夸大妄想，不停地出现在脑海里，让石鲁的思维极度凌乱。1970年十月，石鲁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院。这一住又是半年多，直到1971年六月才出院回家养病。药物损坏了石鲁的大脑，他不甘心做个白痴，他要重新开始画画。由此，石鲁走向了他绘画艺术的新阶段——文人画。我们作为研究是把他的画分成，把他的那个艺术历程分成了几段。第一段是延安时期。第二段是50年代，然后第三段是长安画派和60年代他的一些创作，那么第四段就是文革后期。与60年代相比，
这个阶段的题材大多是画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独特表现力和形式趣味是以笔墨为具体表现。石鲁后期绘画的笔墨看上去比60年代被人指责的野怪乱黑更野更狂放，但事实上它是回归到了中国绘画笔墨的基础，强调以书法入画。创作于1972年的《画月之雄》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笔下的画山就像巨人顶天立地占满画面，作品的气势正如他的题画词：画月天高月色斜，横眉冷对镇雄侠。他的文人画是革命理想的文人画，他是用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这种对生活的、对现实的看法的文人画，共产党人的一种理论体系和中国绘画的文人画的某种这种优秀传统的一种碰撞和结合。这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他失败的地方也在这儿。他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比现实主义情怀碰得头破血流。到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啊，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后来就说是那个有一个美术评论家谈到这一点，就是说是石鲁是疯了，可是比起在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都疯狂的那个时代，石鲁是最清醒的。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苦难的日子终于远去。这一年，石鲁57岁，疯癫热烈。长发飘举，对酒当歌。为表达当时的心情，石鲁做了《花逢十雨俏》。然而早春2月，乍暖还寒，四人帮倒台后1年多，石鲁的政治辫子仍然被专案组抓住不放，被定为问题严重、情况复杂。陕西省对石鲁的评反几乎持一种比较冷漠的一种态度，当然积压的问题也多，但是石鲁在陕西省的文化界毕竟是一个大高个儿，不是一般人的事儿。就这个，要不是朋友家属多方努力营造这个抢救的气氛的话，几乎就是切白一块还压在这儿。要把他的政策落实真难了。开始我们自己小打小闹，后来没办法，就求助于中央。经过家人和朋友的反复申诉，在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鼎力相助之下，石鲁的事传到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那里。1977年12月31日，文化部派了2名同志到西安调查石鲁的情况。他们在西安调查了10几天，带着厚厚一大本材料返回北京。不久，文化部指令接石鲁来北京看病。石鲁是被担架抬出精神病院，担架又是直接从窗口塞进列车的，上百人前来送行。许多年了，石鲁的故事已是一部传奇。他的发疯，他的数次逃跑流浪，他差点被抓去枪毙，他的嗜酒如命，石鲁多姿多彩的故事给了人们另一种惊讶和感叹。在北京，
石鲁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他被送到通县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前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石鲁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当时有个逻辑，他说一两白酒抵三两米饭，因此他每天就喝白酒，他这个逻辑很滑稽的。1979年，我父亲还在通县结核病院住医院的时候啊，这时候陕西省委就派人把我父亲的文革的所谓的政治结论送到了医院，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文件。这份文件是陕西省委省干领导小组对他所做的政治结论，结论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罪名，并对他长期以来与四人帮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当时我父亲应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应该他很激动，可是他很平静，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也没有任何说好，那就这样吧，就把那就甩在一边，就很平静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有就说是大张旗鼓的又是要庆祝要干什么的。他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所有的心思在什么上面呢？美协要恢复了。1979年2月，石鲁出院回到西安，回到这个历经沧桑的大院，重建了陕西美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作品照亮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用名字照亮作品。1979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西安分会联合举办的石鲁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是石鲁人生60个春秋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展览，共展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230余件。次年石鲁书画展又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览，在中国美术界引起极大反响。1980年，陕西发洪水，为了救灾义卖，石鲁在病中完成了一幅荷花图，中央美院电教室记录下了这一场景。不错了，这是石鲁留在人世的最后影像，荷花图也成为石鲁的绝笔。从那以后，他便长病不起，身体越来越衰弱。有一天中午醒来了，他一高兴，左右一看，我说：“啥门收拾好？你说你要啥东西？”他一笑：“赵先生刚来了，也带着牌子，拿着条子，他叫我的事，时候到了，该走了。”赵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死了3年了。哎呀，我一听，我警觉了，还感觉挺不祥、不吉祥的，说这个话，时候到了，该走了。1982年8月25日，石鲁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3岁。去世的时候立刻就震惊了，我们想着石鲁，我们不长时间还去见他，他还是很亢奋的一种状态给我们讲，那就突然说石鲁走了，就吓一跳。我父亲去世以后，就是那个人们还是很尊重他的，首先这一点就是很尊重他。他给西北黄土高原带来了艺术的生命。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石鲁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种浑身带着泥土腥气的大师。宁折不弯，坚持任何一个东西是死都不怕。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应该一个是个革命者，第一。
第二是一个充满才华的艺术家，第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又让他终生不得安宁。追悼大会是在陕西美协对面的人民剧院举行的。因为那个地方是在西安，可以说市中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那里边的光那个挽联哦，从一进门一直到他的那个前厅，一直到他的周围的那个墙上面，所有的地方都挂满了。多少年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一位艺坛怪杰，一位不屈的战士，一位狂放不羁的酒仙，一个不灭的英灵。石鲁逝世以后，他的家属分两次向国家博物馆捐赠石鲁作品300多件。冯门九子是石鲁后期经常留在字画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本名冯亚恒，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松林湾冯家后代，在同辈中排行老九。人生路曲折漫